再把那个后面几个函数，像 index， 如果回去的话有时间可以试试看用 index 啊。不过这个函数其实我是觉得相对的重要，因为很多 vlookup 函数是办不到的。像我后面有几个范例就是没有办法用 vlookup 函数帮我把资料抓回来，你就要会用什么，用那个 index。 那另外 index 可能会另外搭配一个函数叫 match， match 的话是抓到哪一列，找到哪一列，然后告诉 index 说，哦，你帮我去抓那边的资料的哪一列哪一栏，帮我把它抓过来，这样子哈。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indirect、offset、indirect 可能比较重要一些些，好，甚至它可以帮你抓整个清单到另外一个范围，抓整个范围资料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啊，只是说这个部分回去可能有时间先练习看看。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用 VBA 去撰写。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我们会再来讲有关那个配股数量表，所以回去的话你可以先试着先把那个我们的题目档是放在这边吧，综合练习的第二题，那题目档在这里啊，练习档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检视与参照额外这个地方，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题啊。再来我们就要看那个人事分栏，所以回去的话另外有个，那什么叫人事分栏这一条，其实主要就是说这边本来是空的，如果我希望怎么样把 B 栏里面的资料1234放成横向的1234，并且把前面冒号的东西帮我去掉，应该可以看懂这个差异吧，有没有，这边的资料有没有放到这里，这边的资料有没有，不包含什么，不包含那个栏位名称哦，有没有，这个放这里，这个放这里，纵向是栏，有没有，纵向应该算四个储存格放在横向的，那问题这个地方如果你用 vlookup 函数或 lookup 啦是办不到了，所以这一题的话你只能用像 index 或者是像 indirect 才 OK 哦，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可以先试试看，下一次的话我们还会再讲这一题，来画面先还给各位，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回去的话呢有时间一定要多练一下，另外呢那个影片有录下来在云端上面，所以回去的话假设有些细节实在是一下没办法听懂的话没关系，尤其像那个VBA 程式部分，像今天那个大乐透去抓那个网络资料其实真的没有很复杂，但是有些细节假如你一下子没有办法完全听懂的话啊，你回去再把那个可能比较要需要注意的部分再把它再重听过啊，我是建议回去多练习啊，也许除了大乐透之外你可以去抓其他的什么六合彩啦威力彩啦一堆彩反正你可以多练习一些或者甚至去抓一些跟你工作有关的资料试试看，OK， 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